旅行社以零团费招揽大陆观光客，结果资金周转不灵，日月潭多数和旅行社签约的餐饮跟游艇业者遭倒债上千万元。一年一度新社花海花坛节即将登场，首创以妈祖为主题，利用稻草跟花朵打造妈祖肖像。今年五六月雨水多，造成斗六文旦树相继坏死，而目前首要之务就是改善排水系统。